反正咱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打断我啊，去问都可以。那我今天跟那个我的同事陈吉祥啊，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Dragonfly 这个项目，以及我们最新的一些版本的一些更新还有一些 Dragonfly 在推理阶段跟 Ray 的一些结合那从先介绍一下 Dragonfly 吧可能有一些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大概再赘述一遍，就是 Dragonfly 它主要做镜像加速以及文件分发主要它是一个基于 P2P 的一个方案当然呢Dragonfly 其实现在是在 CNCF 基金会作为一个 incubating project 现在呢我们的 maintainer 主要来自于蚂蚁阿里字节英特尔百度智谱 AI 等等一些公司，并且呢 Dragonfly 也作为公有云的产品被一些公有云厂商所使用，比如说阿里云Google Cloud Platform火山引擎、百度 AI Cloud 等等一些公有云厂商。可以看到在 CNCF 的一个 landscape 上面在 container 这一部分呢，其实有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 container registry， 第二部分就是 runtime。在 registry 这一部分呢，主要有两个 graduation 以及 incubating 的项目。graduation 项目就是 harbor， 第二个就是 Dragonfly， 主要做文件分发的当然呢 Dragonfly 还有个子项目叫 Nidus Nidus 它主要做的是对我们的镜像或者说文件在构建过程当中呢去做一个压缩，做一个去重，并且呢在下载过程当中呢去基于文件系统的trunk 去做一个按需的一个加载当然 Nidus 这个项目也是蚂蚁、阿里以及字节三家公司共同维护的一个按需加载的一个项目现在呢 Nidus 其实已经支持生产环境百万级别的一个加速容器的一个启停大概讲一下 Dragonfly 的一个时间线嘛Dragonfly 在17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源了在18年的时候呢成为了 CNCF 的 Sandbox 项目，在2020年的时候呢成为了 CNCF 的 Incubation 项目，并且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 Dragonfly 经过了大版本的更新，对一些已知问题做了大量的优化， Dragonfly 2.0 正式开源可以看到在2023年的9月份我们也提了 graduation 的一个 proposal 当然呢现在的进度是在已经有两位 TOC 作为我们的 sponsors， 然后现在进度主要是在 end user 的 review 阶段当然讲了这么多 Dragonfly 到底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一个源站的一个带宽瓶颈的问题。假设我们有一个1000个节点的一个 Kubernetes 的一个 clusters 当我们每个节点需要加载一个大文件或者说一个大的镜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源站的带宽大概率是会被打满的，这样呢就会引起我们的容器它的启动会变慢它文件加载过程当中呢也会变慢。所以说呢我们如何解决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呢就是我们加大源站的一个带宽这部分呢其实相对来讲不论在成本以及硬件其实都有瓶颈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通过 P2P 技术去利用节点的一个闲置带宽，从而呢去缓解一个源站的压力这部分呢就是 Dragonfly 所做的事情。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尽量减少加载的资源我们可以在构建过程当中呢去基于 trunk 力度，比如说基于文件系统方式我们去把对应的镜像去切 trunk 基于 trunk 的力度去做一个deduplication， 并且呢在download 的过程当中呢去做一个基于 trunk 的一个按需加载，这部分呢就是 Nidus 所做的一些事情当然呢大概介绍一下，介绍 Dragonfly 主要做什么Dragonfly 整体的一个架构呢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 manager 它主要做的是管理多套 P2P 集群之间的一些关联关系，并且呢也提供一些动态配置管理，比如说我可以控制一些节点它的一些 load limit 当然呢 manager 还提供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前端控制台，方便大家去观察一些数据或者说去操作一些 P2P 集群
啊。第二部分呢就是 scheduler 调度器啊，这一部分呢可能大家可能对 BT 协议比较了解的同学可能知道，scheduler 就相当于 BT 协议的 tracker 啊，在最早阶段 BT 协议其实有一个中心化调度器的啊，当然 Dragonfly 的 scheduler 其实做的也是这件事情啊，它主要做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也是一个最复杂的事情，也就是说为当前节点啊待下载节点调度一组副节点啊进行一个加载啊。当然呢，如果当前节点如果下载失败的情况下，它可以控制它去回源进行一个加载啊。第三部分呢就是 peer 部分啊， peer 这一部分呢其实对于 Dragonfly 就是每一个节点的一个 client， 也有一个 agent 啊。这部分呢其实它主要可以做 downloader 和 uploader， 就我可以去其他节点加载啊，同时呢我也可以把对应的 piece 分享给其他节点啊，这就是 peer 所做的事情。当然 peer 呢也有一个类型，就是 seed peer， seed peer 它主要可以控制如果我集群当中不处 seed peer 的情况下，我可以控制调度器可以控制所有的回源流量都从 seed peer 回源，这样呢我们可以把 seed peer 部署更好的机器啊，磁盘更大的一些机器，方便它第一次回源啊尽量快速啊，就是 Dragonfly 整体的一个架构吧啊。下面讲一下啊，我可能一些最新版本的一些更新吧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 Dragonfly 之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文档有一些啊，很一些可能错误的比较多，或者说一些过期的一些文档啊，或者说有一些新的功能更新的不够及时。所以说呢，我们在过去半年时间，我们把整体的官网文档做了重写啊，重新写了一遍啊，基本上每一篇我都 review 过了。所以说呢，基本上现在的文档啊，对于用户来讲应该是体验非常好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很简单几步就把 Dragonfly 给部署好。因为 Dragonfly 本来就是 ContentD 和比如说我的 OCI Registry 之间的一个服务，所以说呢它的部署尽量让大家在生产环境当中做到无感啊，这是最好的嘛啊。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 client 端，之前我们是用 Golang 写的啊，现在呢我是用 Rust 去重写掉了啊。为什么要用 Rust 去重写呢？就是我们之前的 Golang 的版本的 client 其实有很多一些 Golang 社区，比如说 Hotel 库这些做 Matrix 相关的一些库，经常会有一些内存泄露的问题啊。可以看 Hotel 的社区里面，其实衣袖里面有很多内存泄露问题，其实没有解决的。当然呢，我们作为端侧的一个 client， 如果有一些内存泄露的问题，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节点的一些其他服务的。所以说呢，我用 Rust 去把 client 去重写掉了，并且呢，现在我们生产环境也在跑的 Rust 版本。基本上是没有也不是基本上，就是没有内存泄露问题了。相对来讲资源其实节省的比较多一些，并且呢在某一些加载的情况下其实速度也比较快一些啊。当然呢我大概介绍一下对于 Dragonfly 的 client， 可能我之前讲的很多分享其实没有介绍过的，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Dragonfly client 到底是怎样一个加载逻辑啊。这部分呢 Dragonfly Client 其实它可以命中三层 catch 啊，不是两层 catch。 第一层呢就是我本地节点的一个 catch， 就是说如果我本地节点已有了当前的这个文件的话，我直接命中的情况下，它的逻辑是我用户首先加载一个加载请求进来了，我会根据文件的大小去动态的计算我的 piece 的大小啊，因为我的文件越大的情况下，我的 piece 如果比如说我有个200G 的文件，我的 piece 四兆的话，它可以切分太多的请求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动态的计算过程，也就是说我文件越大，我的 piece 会越大，并且呢，我们计算完成功 piece 的大小之后呢，我们会接着根据Dragonfly 它的文件大小去计算我需要加载哪一些 piece， 就 interested piece。啊，这份我们会组建一个，比如说一个源信息。这时候呢，我们会去查询我们本地的一个 metadata 一个 storage。这份我们是用的 RocksDB 啊去做的。我们会查询每一个 piece 在本地 RocksDB 是否有它对应的 metadata， 是否已经加载成功。如果未加载成功的话，我们会去进行一个等待。啊，如果加载成功情况下呢，然后呢，我们会
拿到对应的 metadata， 然后去对应的它真正 content 的一个文件当中去进行一个读取。当然这个读取过程呢是按照 piece 是一个并发的啊。当然最终呢我们并发读取完 piece 之后呢会拼接成一个完整的文件去返回给用户，就是命中了 local peer catch 的一个逻辑。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命中了一个 P2P 的一个逻辑啊。命中 P2P 的逻辑呢就是我的加载请求进来之后呢，其实我依然需要去计算我的一个 piece length， 动态去计算我的 piece length， 并且呢我根据 piece length 去计算出来我 interested piece 是哪一些。为什么要计算 interested piece 呢？因为我加载文件我可能不是完整加载，我只加载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说我要去计算它对应命中了哪些 piece。 组建了源信息之后呢，我们首先呢会跟调度器去建立一个双向流，并且呢跟调度器发送一个注册请求。调度器这时候做的是什么呢？它会进行一次调度，就是说我的整个 P2P 集群当中是否已经加载过当前这个 task 了。如果加载成功呢，我会经过一些调度算法调度出一组 parent 返回给当前节点。然后呢我拿到这一组 parent 之后呢，我会进入client 的一个 piece 的一个 collector， 也就是说 piece 的一个收集器当中。我会同时跟多个 parent 去建立一个双向流，并且呢去把我 interested 的一些 piece 发送给对端。对端如果有的情况下呢，他会把对应的 metadata 返回给我。然后呢我收集到多个 parent 之间的对应的 piece 之后呢，然后我再去进行一个打乱重排。因为我不会把对应的 piece 一直从一个 parent 进行加载嘛，我会并发从多个 parent 进行加载，并且呢通过一个 channel 去传给我们的下载器。我们的下载器拿到对应的 piece 的一些加载信息以及它一些源信息之后呢，我们会并发的从多个 parent 之间去进行加载对应的 piece。每加载成功一个 piece 之后呢，我们会把对应的 metadata 上报给调度器，方便调度器下一次调度时候使用。因为调度器其实有个规则，就是我要调度我的 interest 的 piece 跟我已经下载 piece 尽量重合的 parent 节点，所以说我每次下载成功的 piece 我要上报给调度器，方便下一次进行调度。当然呢这时候呢就会进行一个并发的加载，加载成功之后呢，我们会写入本地的 content， 并发的写入，并且并发的去写入它的 metadata，然后呢我们再把对应的文件读取出来，然后拼接成一个完整的文件返回给用户，就是命中一个 remote peer catch 的一个逻辑。当然过程当中其实最主要是并发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调度是一个双向流，然后拿 piece metadata 是一个并发的一个双向流，并且呢我们加载过程当中加载真正 piece 的一个 content 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并发当然这些并发其实都是可以配置去调控的这也其实并发比较多的情况下，按照 piece 例如去并发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加载就会提效很多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命中，就是我们整个 P2P 节点，任何一个节点都没有加载过当前这个 task 的情况，这个情况呢，其实，首先呢，我们会计算 piece length， 并且呢，会根据 piece length 去计算 interested piece， 并且呢，我们会跟调度器去建立双向流，调度器这时候进行一次调度，我调度不到任何 parent。然后我就会返回一个 need back to origin 的一个 code 然后呢我当前的节点呢就会直接进行回源，回源呢当然是一个基于 piece 力度一个并发的一个回源加载，每加载成功呢我会先写 content， 并且再去写它的 metadata server， 写成功一个 piece 之后呢我会上报给调度器方便调度器进行下次调度，并且呢完整加载成功呢我会也会上报给调度器去把双向流给断开当然呢最终加载成功同时呢我也会把 piece 拿出来并且给拼接成完整的文件去返回给用户。这就是 Dragonfly 其实命中两层 catch 跟一次回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逻辑。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就是去命中remote peer 的一个 catch 的这么一个逻辑当然呢它整体逻辑就是我先看本地有没有的话我再看远端有没有，远端没有的情况下那我再去回源
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 Dragonfly 我们线上的话，其实集群规模非常大了啊，因为使用很久了，基本上能挡住96%到97%的流量，基本上只有3%到4%流量会进行回源，哦，基本上是这样的。嗯，是吧？这个 piece 是 distribute，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它可以利用多个节点的一个磁盘嘛，对吧 ？disk， 对。这部分呢，就是我这次上次第一天的 topic 我也讲过哈，想给大家 POA 的，就是未来在 machine learning 或者说large language model 的一些场景所需要使用的一个方案。当然呢，大家可能看过那个之前有个照片，就是 K8S 作为一个大人成年人啊，拉了一堆小狗是吧？然后大家一起在前面跑，对吧？当然我们呢就是那条小狗，好吧 ？K8S 社区在 1.31 版本新推出了一个 Read Only Volumes Based on the OCI Artifacts 啊，这部分呢，这个 feature 呢，其实也是。K8S 社区经过跟一些 AI 的一些场景结合所推出的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啊 ，volume 的一个功能。这部分呢，K8S 社区主要设想未来需要用 OCI 去做模型的一个存储。对，是的。这部分呢，其实大家也知道 ，K8S 是个大人对吧？在前面跑的狗里面对吧？啊，开玩笑啊。最前面的基于这个方案，最前面应该是 ContentD 跟 CRIO 对吧 ？CRIO 的 PR 已经合进去了，在一个月前已经合进去去支持那个 Read Only Volumes Based on the OCI Artifacts。然后 ContentD 的 PR 呢，其实现在正在 review， 应该也快合进去了啊。这部分呢，那我们相对量制品的这条链路啊，就是说 Harbor， Dragonfly。以及比如说 ORAS 这条制品链路我们也应该去 run 起来，该跑起来了，让我们的 OCI 能真正作为未来 AI 场景下模型推理的一个链路管理生命周期管理的一个 spec 吧，好吧，因为我认为模型管理现在推理阶段对于 AI 模型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怎么去加速去下载，不是这个，而是我如何去管理它的模型它的版本，如何结合 Cloud Native 的场景去进行管理。比如说我可以用那个 GetLFS 去做 Clone， 但是它没有结合 Cloud Native 的场景。比如我可以 Volume 我去挂载，我一个 Node 里面我可以只下载一次，我挂载多个 Pod 对吧，就是我们可以结合 Cloud Native 的场景去做这件事情，我也认为这是最正当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整体的一个图加载一个图，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现阶段可以用因为之前这次 KubeCon 我也跟 ORAS 的 Maintainer 以及 Harbor 的 Maintainer， 当然 Harbor Maintainer 也是我们组的同学啊，我们也聊了未来呢 Harbor会做一个专门 OCI 模型管理的一个功能啊，并且呢 ORAS 也会对 AI 场景下一些模型的一些构建OCI 也会进行一些优化哦。可以看到整条链路呢，就是我们可以用 ORAS 将模型构建成 OCI 的一个 artifacts 啊，并且呢把它 push 到我们的 OCI registry such as Harbor 啊。在我们当然呢这个过程呢我们 Harbor 就充当了一个模型的版本管理的一个方案，可以看到之前这些 PPT， 我们之前模型可能有10000种方式进行挂载，现在呢只需要我们在 volume 里面的image reference 配置一个对应可能像大家认为的一个镜像版本，我们就可以定一个模型版本进行挂载了啊。并且呢在运行时阶段呢ContentD 在 POT 启动的时候呢ContentD 首先呢会加载需要 mount 的 volume 的资源 OCI 的资源，它会呢去走 Dragonfly 的一个 P2P 回源到Harbor 去下载对应的每个 OCI 的 blob， 下载成功之后呢
这个 OCI 的 volume 下载成功之后呢，它会去挂到当前节点的多个 pod 上，也就是说我们的模型只需要加载一次就可以在整个节点当中去共享多次了，对吧？只需要加载一次，并且我走的是一个 OCI 的一个model 一个 life cycle 的一个版本管理方案啊，并且呢，为什么中间一定要有 P2P 呢？可以没有，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方案是推理场景要用的。推理场景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不论我模型如何切分，我的模型文件是要完整加载的，对吧？第二点呢，我推理场景是有并发性的。我推理的 pod 不是只起一个 pod 就可以了，对吧？我需要起1000个 pod 去做推理，需要起2000个 pod 去做推理，也就是说我要并发的下载多个同样的模型。这种场景呢，就一定要用到 P2P。当然，你们推理场景也可以不用 P2P， 你可以尝试一下是否可以加载。因为之前最早可能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跟文心一言团队进行合作了啊，去做这种模型分发。就你如果没有 P2P 情况下，其实你很大的文件其实就很难，就你的源站基本上马上就会被打满了。就假如说你的模型单个模型需要有，比如说大模型场景有500个 G、600个 G 的情况下，如果并发1000个节点同时回源拉的情况下，它是不可能很快的拉下来的，对吧？而且计算机在演进了这么久的时间过程当中，其实早已经印证了 P2P 是非常适合大文件的一个并发的一个就是分布式的一个分发的一个场景。哦，这就是我们未来就可能 Oras、Dragonfly 以及 Harbor 社区会共同去推进的一套 OCI 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管理方案。OK， 那我到这，让我同事来讲一下 Dragonfly 在 Ray 场景的一个应用。OK， 谢谢文博的分享。接下来我讲一下，Ray 在蚂蚁中是如何用 Dragonfly 去实现模型分发和一些其他文件的分发的。在这个 KubeCon 的会上讲 Ray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 Ray 也是一个分布式的框架，但没有 K8S 这么底层，因为 Ray 是一个编程框架，我们面向的其实是更多的是比如 AI first 或者 Python first 的这种 API， 我们给写 Ray 代码的人其实是 scientist 而不是 engineer， 所以作为一个编程框架来讲，它用户可以写很少的代码就可以写出来一个分布式的程序，所以不需要你像 Kubernetes 一样写很多的 YAML， 然后我要把一个比如一个本地的程序我要去一层一层的封装变成比如一个服务，然后再连成一个 Mesh， 没有很多这样的操作，基本上就是写一个单机程序，里面就是我的业务逻辑，然后只用一些微小的改动就可以把它分布式化，所以这是一个编程框架。Ray 先介绍一下大概Ray 的这个生态。Ray 最早起源是 ResLab， 就是 Spark 的那个实验室，然后目前我们有 32.6K 的这个 GitHub Star， 在蚂蚁内部也支撑了100万 call 的 CPU 核数。Ray 的整个生态在左图里面主要是中间的两个，就是最下面那一层 cluster， 就是咱们这个会里边讨论最多的这些 K8S 或者 cloud 的这些内容。Recall 是属于 K8S 的用户吧。Ray 主要分成两层，最底下 low level 的是 Recall， 它提供了一些分布式的源语，可以理解成像 system call 一样，一些很基础的分布式的 API 调用，然后用户用这些基础的 API 就可以写出任意的，理论上可以写出任意的一个分布式程序，然后它不绑定任何计算范式，就是 Recall不会绑定任何计算范式，比如说它是 P 处理或者是一个graph 的计算，没有，它可以理解成一个分布式的面向对象编程，所以这是 Recall 提供的源语。然后再往上一层，因为刚才说 Recall 可以基于 Recall 去写任何的引擎，所以我们确实也这么做了。ReAir 就是一个做 AI 的全家桶 AI runtime。它提供了很多 high level 的 lib， 比如说我们有模型 training 的 lib， 有 parameter tuning， 还有 model serving and batch processing。在蚂蚁内部，我们还有图，还有做流计算，还有多媒体处理的不同的引擎。因为为什么有这么多引擎，就是因为 Recall 提供的这个 API 已经非常简洁，就能写一个分布式的，所以上面的引擎构建起来也非常快。
然后在最上面橙色那一层就是因为已经有 AI 生态已经很丰富了，然后 Re-Air 我们上层的这个框架也足够简洁，所以会有很多已经有很多这个已有的生态来集成进来，比如TensorFlow 或者 Arrow。 然后 OpenAI 的这个这次 ChatGPT 的这些训练模型的训练其实也是基于 Ray 来做训练的。然后我们具体来讲一下 Ray 到底提供了什么，我们可以快速回忆一下，就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式系统都有什么功能。这个对于这个会里边大家肯定都比较熟悉，比如第一个 RPC， 这里边可能是我们选 gRPC 或者 bRPC， 其实是 flat buffer 或者 portal buffer。 注意这里边的比如这些概念都很细粒度，是这种编程的概念，而不是说我用 REST 或者我用一个反向代理我已经帮我做了这些事了，而是在编程时候我要去考虑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是 data storage， 还是这个 data 指的还是在编程里边，因为是面向对象编程，这个 data 实际上是 object 而不是 Kubernetes 里边这些靠网络传输的一个比如 JSON 或者REST API 或者一个其他比较通用的格式，而是一个非常 domain specific 的 object。所以它可能是比如介质上是内存 disk 或者 cloud， 然后它的schema 可能是 row wise 或者 column wise。 再往后面 task scheduling 和 deployment 这些我都不再细讲了。值得一提是这个 failover， 就是 Kubernetes 肯定也提供，肯定是有 failover， 为什么在 Ray 里面也要提供一样的功能呢？还是一样的逻辑，就是 Ray 是更细粒度的编程框架，这里的 failover 就是更细粒度的，比如说一个函数一个 class 的 member function 它如何做 failover， 或者 Python 里就一个普通的 function 我如何做 failover， 所以这个力度是很细的。然后最后是 monitor， 然后 Ray 发现了一个分布式系统都需要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它非常干净的非常简洁的把这几个功能抽象出来了提供给用户。看这张图吧，这个左边就是 Ray 的大概的架构，这个架构图画的很简单啊，主要分为两类节点，一个是 head node， 它提供的就是 global 全局的一些状态和顶层的调度，还有作业提交和总全局的资源管理。然后 worker node 就是一组多从就是所有的 worker node 都是级别都是一样的，它提供的 second level scheduling 和真正的那个task 的执行，这个 task 就指刚才说的 class 或者一个 Python function。 然后在 worker node 里面一共有这三类角色，第一个是 scheduler， 他把一个 Python task 做调度，比如去选最佳的节点或者做资源管理。 object store， 他 object store 就是刚才说的 object 的维护，他提供了数据的存储和流转，这里边流转的还是一个分布式的 handler。然后最后是 worker， 它是一个 worker 就是一个进程，这个进程里面运行的代码是任意的，它主要就负责 task 的执行。 OK， 介绍完 Ray， 我们来讲一下在蚂蚁的这个场景里边我们遇到的一些业务场景。比如这里面说的是多媒体文件的处理，在右图里面最下层就是 Ray 或者说 Recall， 然后上面两个能看到是刚才我提到的 Reserving 跟做一个实时计算的两个引擎。所以真正要处理的业务场景是有三，我们有三个引擎来做多媒体文件的处理。 Stream Engine 是做直播流的，它是一个在线的引擎，然后 Video Engine 是做一个近线的，它做多媒体文件的处理，比如渲染或者编解码。最后是 inference engine， 它是一个离线的，它是做一些更复杂的计算，比如多模态的深度学习和特征提取，在这种 AIGC 的场景里边，我们是新做的一个 engine。 在这个场景里面，数据这边集群里流转的数据全都是磁盘文件，一般都是 FFmpeg 它的输入输出，所以对于磁盘文件来说它跟编程时候用的那些 object 的这种内存对象区别是很大的。我们主要遇到以下几种问题，一个是远程的超大文件的下载，比如媒体文件就是1兆到500兆，然后在多model serving 的时候我们要分发的模型文件可能1G到20G， 然后它是要跨整个集群的分发。
然后第二个就是文件的下载，我们这里面模型的文件都是一个目录，而不是一个这个目录里面就是模型的状态结构一些 config。然后第三个就是文件的生命周期管理，它就跟object 一样， object 要有 GC， 要有copy， 所以在文件也需要有一样的生命周期管理，因为比如一个大的模型如果泄露在磁盘，这个节点很快就打满了。然后第四个就是需要一样的具有 failover 的功能，从 K8S 到 Ray 都有 failover， 那到了一个文件我们也要具有相同的功能。但是我们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在 Ray 里的 Object Store， 因为我们这个 Object Store 或者说 Plasma， 我们要面向的是一个 Object， Object 有它有非常 domain specific 的问题，我们有需要有它的 GC， 需要一个去中心化的全局分布式的 GC 技术，这个就很复杂。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所有 Object 的传输都是一个节点到一个节点的，所以虽然在这个图里边那个一个 object 我们会给它分成六个 chunk， 但传输的时候，而传输的时候只并不会说像 Dragonfly 一样 P2P 的传输，所以即使说这个集群有这个 object 已经有多个副本了，但传输的瓶颈还是很还是很容易遇到瓶颈的，带宽很低。所以这是如果在 Ray 原生的 cluster 里传输文件，我们把文件 load 到内存变成 object 传输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前面刚才文博讲的 Dragonfly 的那些 feature 其实都浑然天成的能适配到 Ray 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它们的特性很适合在 Ray 里面去做文件传输，主要提供的功能就是比如 P2P 的文件传输，那个 chunk 它那里面文件的 chunk 是整个集群里面分布式的可以传输。然后 native API 就是因为最开始有提到 Ray 还是一个编程框架，是一个非常细力度的编程框架，所以呢不能让 scientist 去写一些 bash 脚本，去写一些 YAML 文件，所以要做一些Ray 语义上的 API 封装。然后第三个就是 hierarchical 的 cache， 也是一样的分级，因为在 Ray 里面的这些概念可能会更细，就像 worker 是一个进程，所以在 Dragonfly 的 cache 的基础上还会有一些其他层级的，比如 worker 或者 job 这种力度的这个 cache。 然后第四个就是 GC protocol， GC 在 Ray 里面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模块，所以在使用上我们期望与磁盘文件跟 object 是一样的管理，在用户使用起来是一样的，所以呢 GC 的协议也要 follow。 然后最后是文件的 upload，这属于一个携带的这个功能吧。 Dragonfly 提供的DF cache 很好用，这个需要说的是我们在做模型文件分发的时候考虑过很多方案，我们考虑过 DP2 或者我去引入 Alexio， 但是发现这些都比较重， DP2 是因为性能不够，然后 Alexio 就是我们不希望在一个分布式执行引擎里边去还要再去集成一个文件系统，分布式文件系统这太重了，我只需要把磁盘文件流转起来 that's all， 所以 Dragonfly 才作为一个分发器下载器才被放进来。然后文件的 upload 也是我们只需要轻量的做一个临时的上传，不用真的放到什么可靠存储里面。后面是我们做的一些 benchmark， 就是用 Dragonfly 去对比原生的 Object Store。其实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们把一个数据是看作磁盘还是看作字节。这里边的对比左边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在文件比较大的情况下，然后集群规模更庞大的情况下， Dragonfly 的性能优势会越来越明显，最多能到十倍的带宽提升。然后右边是一个真实场景的压测，我们去对比了音频提取的一个场景里面不同分发方式的这个性能。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多媒体的场景的结论就是Dragonfly 的延迟在512兆和 4GB 之内，这可能是比较场景比较独立啊，在这个范围之内非常稳定。然后在文件比较小的时候不太稳定，这不太稳定具体就是指比如长尾会比较严重，所以当小文件我们还是倾向于变成字节流 object。 所以总的结论就是说 refile 或者说 Dragonfly 吧，在 Ray 里面是更倾向于大文件的传输。
然后最后是我们会Ray和引入 Dragonfly 的下一步我们会做什么，这个图可能会比较复杂，我在这儿就不太细讲了。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remote distributed future。 这个就是比如像 TensorFlow 里面我们是 lazy execution 的，然后这个在执行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个节点拿到的只是一个 handler。 那抛开这个计算范式，抛开这种模型训练的这种计算方式，变成一个非常 general 的面向对象的时候，它的因为更 general 所以引入的问题就会更繁琐。我们这里边 Ray 提供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给你一个 handler， 它真正对应的执行端或者 value 是在一个远程执行的，但是你可以先拿这个 handler 做任意的功能。因为然后 Ray 提供了这样的功能呢，它会在 backend 去提前做调度，去做传输。在 refile 的这个场景里面，我们也希望文件有一样的功能，也希望文件能像 object 一样有异步、有 future 这样的feature。OK， 这就是全部的内容，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啊？跨集群，Dragonfly 跨集群是没问题，你只要网络通就可以了。对，但是 Dragonfly 更倾向于一个单独的一个，比较可能一个 IDC， 它作为一个 P2P 集群，这样它之间 peer 之间传递会更快一些。如果你多个，比如网络段相对来讲可能环境没那么好，比如跨城对吧，跨地域这种，我建议它是两个 P2P 集群，让它自己之间进行传输，对吧？这样会更快一些。对，你们对 OCI 没有什么问题吗 ？OCI。Artifacts， 这是我这次来感觉想要 POA 给大家的一个方案，好吧，也是我们后面会一起推进的。没关系，我认为它只要是一个未来正确的方案，那就值得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嘛。对，OK， 这现在的方案其实就抛去 OCI volume 啊，就现在的方案 Dragonfly 其实更多的是去跟就推理框架去做集成。比如 Trenton Server 或者说 Torch Server， 我去直接跟推理框架去进行集成，就它我去 block 它这种文件下载的请求去做 P2P 了。对，所以说如果推得更快一些的话，其实咱们会更快的把这个模型去管理好嘛。毕竟在 AI 场景下，我认为 OCI 还是应该是一个，对吧？是吗？好吧，可以，反正但是我认为它的正确方案，其实咱们就可以努力就可以了。对 ，OK。还有什么？Dragonfly 整体调度逻辑相当于说，比如说你有1000个 node 对吧，然后呢你同时要下载同一个镜像，我理解没问题吧，对吧，就冷启动嘛，对吧，在 P2P 节点内没有任何当前镜像嘛。 Dragonfly 调度器会控制1到2个或者2到3个节点去回源，然后其他节点呢然后去进行一个对调度，走内网进行一个传输，然后基于 piece 的力度，当然它不是比如说我1、2个节点回源过程当中我全下载完成了我才能分发到其他节点，不是的，它是基于 piece， 我每下载成功一个 piece 我就会流式传输给后面的节点，
对，当然这个具体回源几个节点要看它的调度逻辑，如果当前某一个节点它的带宽打满的情况下，它调度器会控制第二节点再去进行回源，因为如果单节点进行回源的话，这个节点其实在集群内部也是一个单点问题了，对吧？对 OK，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对，他那边应该更多训练吧。CPFS 我认为应该更多应该是训练过程当中去分发一些数据集，去做一些 checkpoint， 对吧？但 Dragonfly 我认为更多应该用在推理阶段，因为训练阶段其实对于 P2P 场景来讲，应该是我集群内部下载的重复文件越多，我的文件越大，或者说我的下载请求数越多的情况下才适合 P2P， 但训练场景其实不太适合 P2P， 因为之前我也想做训练场景，但我感觉不太适合，因为它的数据量其实没那么大，并且呢它重复数据也没那么多。对，是的。对，对，是的，是的。当然蚂蚁也训练模型，只不过大家不知道，我们也有训练自己的基础大模型。对，对，是的。BitTorrent 的话，应该是基于Bincode 去做序列化、反序列化，并且自己定义了一套 BT 协议嘛，对吧？对吧？一些也是会有一些 interest piece， 对吧？然后我去拿 metadata， 对吧？但 Dragonfly 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 Dragonfly 跟 BT 可能不太一样，因为 BT 的话，它可能最早是基于 tracker 的，后来又基于 DHT 加 peer exchange 做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寻址，对吧？但 Dragonfly 的话，它对，是的，这 Dragonfly 是基于自己的协议，自己定义了一套 P2P 协议。因为 Dragonfly 主要是做内网的一个 P2P， 所以说有一些部分可能会不太一样。比如说传输这一部分，后面我们会支持，比如说 RDMA 去做这种直接DMA 的这种传输。对，就因为我们底层可以去适配不同的一些传输协议嘛，所以说跟 BT 不太一样啊。BT 主要是比较适合 streaming， 对吧？自己定义了一套 bincode， 然后去做自己一套。但 Dragonfly 确实自己定义一套，更适合内网的一个 P2P， 而不是一个公网的 P2P。对，因为 BT 来讲，它公网 P2P 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寻址，分布式寻址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分布式哈希表，我需要一个节点去找，对吧？这个过程呢，对于内网的 P2P 其实是不能容忍的，我们是需要快速的调度、快速的分发。对，所以说我们不能忍受他去一个个去寻址。对，就是这样。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OK， 那没有问题，那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